哎呀，这些年，除了我以外，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嘛？啊！一别多年，大家别来无恙啊！陈潇，几年不见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。你的公众号我每天都有看，头条女王啊。 感谢捧场，这是王记的咸宁七，哦，对，老朱家小菜配上王记的咸宁七，那简直是绝配。没错，这是陈潇之前给大家点的啊。哦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凯文、丽雅，你们学校法律系的，结婚好几年了吧？对呀。孩子上幼儿园了？对呀。肖一成，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以前打过几次篮球赛，篮板王凯文当然记得。嗯。 这是小刘和娇娇，嗯，土木工程系的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你说。哎，我记得之前经常在这里遇到你们的。嗯，对。对，几个月了？34周了。我原本让他在家里待着，就别出来了。可他非要来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这是几个月？这是计算机系的邹小雨，这是新闻系的夏明。哎，我听说啊。 我们新闻系的才子夏明当年为了追你，那可是费尽了心思。哪有？哎，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这是？快了，快了，<笑>快了吧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也太逊了。就是。哎，这两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？啊？计算机系肖一成，哎，放着全校爱慕他的女生不理，偏偏被隔壁学校的林夕给拐走。哎呀，你俩当年在一起的时候。 海江大学的女生也能哄死了。对呀，已经说了。哎，你们结婚了吗？是啊。还没。是不是你没求婚呀？哎，林夕，他如果求婚不浪漫的话，你可不能答应他啊。哎，我有好东西给大家啊。什么呀？哎，来喽！喜糖！天哪！你的老朱。 这是谁的喜糖？我这还能是糖？你呢？啊，对，上周刚结婚。你之前跟我说你是不婚主，那是之前嘛。我记得当时大一有个女生追他从大一到研二，他都誓死不从啊。哎，我很好奇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生才能让他收心啊？我也好奇。喜糖都堵不住你的嘴，那当然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了，老婆。 来，老婆，来来来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老婆阿诗玛。哎呦，老朱，想不到你个大老粗居然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是的，老朱，你福气真好，恭喜你们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老婆坐。阿诗玛。 是我的初恋，我这几年待在云南就是为了挽回他。说到这里，你可得跟大家好好说说。是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我和阿诗玛是在大学里分了手，当时都怪我，要面子不肯服软。直到前几年出了一次车祸，现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大难不死。但是。 在我昏迷的瞬间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见他，所以我出了院以后就把这个店交给我妹妹打理，直接追到腾冲去了。哇，太浪漫了！那大家你们先玩，我去做菜啊。好，辛苦了。哎哎，别忘了那个溜肥肠啊，他们这几个都喜欢吃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 哎，那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想过说跟别人在一起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么些年自己在坚守什么。也许喜欢他，本身就是一种坚守吧。哎，哎呦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当时我有多害怕呀！我怕他结婚了，我怕他忘了。 老婆，老婆，来。今天叫大家来呢，
我想和阿诗玛过悠闲的小日子。来，我和阿诗玛以贤宁妻代酒，祝福已经结婚的珍重婚姻，白首不离；祝福还没有结婚的珍惜眼前人。来，干杯！感谢有你们陪伴的那些日子。来，我们还是站好吧。好呀好呀，来来来，快，我们到那边去拍了。那边，服务员，快上去啊！快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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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。来来，那我俩站中间了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孕妇来了。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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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一成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不借了，就在这说吧。我去前面等你。哎，我可不想一会儿再给你解释一遍。小一成，我在你心里就真的没有存在过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到底输在哪里？林夕他在业界的口碑有多差，你知道吗？干哥哥、干弟弟认了一堆。你真的相信他和那些男人只是纯友谊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所喜欢的，只不过是这8年的执念而已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我对这份感情就是执念。8年前的你，或许只要爱情就够了，但现在的你有羽翼，我可以倾尽所有的媒体资源来帮你。一成，你真的不考虑我吗？芷江，如果一个人因为事业成功而选择了自己不爱的女人，你还会喜欢她吗？我会。你绝对不。萧一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真有他说的那么差劲吗？你比他说的更差劲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见我？你说呢？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当年跟你分手，我没有说实话。当时我拿到了华盛的 offer。你是怕告诉了我，我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，耽误我的前途。但你又不愿意放弃你的梦想。李雪，那你这个理由跟当年你跟我分手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你需要知道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好，那我换一个问题：如果回到8年前，你还会跟我分手吗？ 会很心，有些思念没声音，被爱的人爱着，幸福让人眩晕犹豫，怀疑被你抛弃，你就确定？